有告。主席，主要就是那个，就是总统那边透过新闻稿又抛出来说，希望马苏会这件事情。那现在您的决定呢？过去几个月来，民进党一直呼应全民的要求，我们大家的一致就是希望马总统做到三点：第一，就是我们要生活，所以要换内阁救经济；第二，就是要拨回一传媒交易案，守护民主，防止媒体垄断；第三个，就是要召开国事会议来解决国家面临的种种危机。但马政府始终不答应，马总统一直悍然拒绝，到昨天的新闻稿都前言不对后语，还是否决了国事会议。我们认为马总统实在毫无诚意。其实就算见面，我的要求也就是这三点，希望马总统能够立刻答应。马总统如果答应，我们可以不上街头。谢谢。就算见面的意思是，谢谢。